彩好了，这是第一次呢，王以宁的首部指导电影的作品，也非常感谢王军大哥。两位左边，两位左边，用心的为两位左边。好，我们左边先看喽，我们视线线一样往左边，来左边。好，谢谢王军大哥，太有经验啦，我们慢慢的回到中间。好，那我们麦克风。王大哥你好，导演你好，这个是今天是王导演的大日子。那我们首先先来问一下王导演，明天你的首部指导电影就要上映了，此刻心情如何呢？非常紧张。就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很特别，我们有尽量以好莱坞的三部剧的方式包装一个属于我们佛教道教特有文化的一个独特电影，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有艺术，有动作，也有恐怖，可是最重要是最后，我觉得都是回归到感情，就是万物皆是爱，所以就是看完大家看完可能才会懂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是这个双鱼座的浪漫，然后呢，但是当做电影时也很认真的投入，最后说到万物皆是爱。看到左边这位真的是满满爱，监制王先生，王大哥，望子成龙啦吼！今天看到儿子这样子的表现，有什么话对他说，鼓励一下？明天就要上映了。哎，祝良博，这是我做电视30年，可是做电影头一次，所以我要感谢我们右边这位王以宁带我进入电影圈。我也希望往后的路要他自己要努力往前走，这是爸爸对儿子的关心和爱，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当爸爸的心情。也希望啊，真的往以前小时候他们以爸爸的事业为荣，往后我要他的事业为荣。谢谢。哇，感动感动，谢谢两位，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不过呢，待会儿呢里面真的很精彩，王军大哥看过了吧？好 ，OK， 再去欣赏一次，谢谢王俊大哥，谢谢王导演，前面请，左边，谢谢王七龙哥特地来到我们的现场，好，哪边有趣，右边再看一下，好，右边再一下就好了 ，OK， 3、2、1，谢谢，来麦克风，思思没有来，你好，七龙哥，你好，今天特地来这个看第九部电视剧，心情怎么样呢？现在此刻，很开心，因为是我自己主动邀请要来的，真的，因为我跟王大哥认识很久，然后跟鼎盈也认识非常长的时间。那从他还没当导演之前，我们就有很多机会是一起讨论一些戏的方向啊。因为我现在也做很多制作方面的事，我需要很好的人才，所以我就跟鼎盈马上就有接触过了。等于是来勘察这样子。对。然后这次看到他的那个预告片，我自己非常喜欢，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怎么说？因为预告片里面很多剪的方式跟手法是我很喜欢的，它不会太花俏，可是又很清楚的让你感受到戏的内容跟气氛，对，然后跟节奏，是我很喜欢，我就跟王大哥说，那可不可以让我来看一看？哇，所以此趟是特地来，真的来看第九分局的，是的，辛苦你了，谢谢你，大家都有一点吓一跳，谢谢你特地来，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好，那我们邀请这两位家人一起来拍个照，好了。王大哥，谢谢，还有我们的王鼎盈导演，一起三个人来张合照。好，谢谢，谢谢齐龙哥特地。三位左边，三位左边，左边，真的像是一家人的感觉。OK， 右边，大家举手很好。来中间，中间。史上最华丽的观影阵容。来中间，好，右边，右边，好，来右边，再一下下啊、那我们要把握时间，不要让我们的客人齐龙大哥特地来看我们第九分局，我们要准时开播喽。